大家好啊，今天应这个粉丝要求，给他选一只小马犬。这里面的马犬都是属于暴红色的，然后呢性格非常好，这一只就比较漂亮啊，黑脸，背上通红。这里面有几只都比较好啊，这一只也比较好啊。但是呢我推荐的是这一只啊，这一只比较好，这一只又肥又大。老板，你这疫苗几个月了？疫苗几个月？这马犬几个月了？两个多月。打两只疫苗了是吧？取虫呢？三次取虫。我看他咋还又瘦了呀，还又肥了呀？那你这一窝里面他又吃的黄金的，又吃了好的，又吃的差的是吧？都是一样的吃啊，吃的多了他都，这个他都胖点。这那么多我也讨厌花了，你给我推荐他一只，这一只吧。其实我觉得这一只也好，知道不？就这一只。你给我抱一下，哎呦，那肥，还胖这个不？黑嘴黑熊，爆红的马犬，这最精品的马犬了。你背上我看背上，这一只就是漂亮，这一只就是漂亮。这是啥价的呀？1200。这里面都是1200的吧？是。那里面吃完了跟优惠多优惠的。就是这个稍微贵的，这最好的一个。这个不能优惠啊。这个那就是稍微优惠的，这里边那大优惠的。对，走，你这样吧，我看别人都在忙，我说人家都配这个了，都配这个，看不来这个好，也比较忙。你这样，700块钱。你洗多少？6666。麻雀价格其实没那么高，没那么高，你得看啥麻雀，对不？你要拿哪一个？这个。对呀，这个。这就这个。啊。就这个700吧。这个给你。这个不要。都这个，咱都谈这个价。就这个你，我跟你说吧，一步到位行吗？啊。1000块钱。坐着。我给你加一位800块钱。你裸啥？都是我裸啥？我裸你的股。裸股你。我要卖你的股。你给他不是价。800块，800是价了。这个实在是价。都睡觉了，你知道吧？大清天都人都乱去看。我的新闻都好吧？新闻都可以啊。你知道吗？我再给你加一杯，860块钱。加一杯，刚才800了，再加一嘴，加一嘴860。加一嘴，你给900，行吗？一步到位了，就这一个。你把这个最好的拿走，行吗？880块钱，你发我也发。这前胸一代的没有三毛。我知道这个我是真想懂了。你懂还马犬不？我懂。你要不懂啊，我都不给你介绍。我懂，行吧，880。你懂什么？你那里往哪走？啊，你痛快我也痛快是不？好。痛快个屁！就这一只哈，880下降哈，看一下啊，非常不错啊，性格也好，性温度也好，看一下啊。有想要马犬的啊，联系我。